关键你又第一。老规矩，结束后咱们去喝两杯，叫上瑶瑶和萌萌的。你们去吧，我今天就不去了。关机，你什么情况？最近老是约不到你人，你小子修身养性，金盆洗手了呀？那咱走吧。走。哎，差不多了，我还要回去加班。加班？睡眼睛要加班吗？小月，有的问题倒也不必问得这么清楚哈。没关系，我送送。不用，我叫的车已经到了。再见。注意安全。怎么留住他？怎么留住他？好不容易独处了，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。吃饭。逛街，看电影。那秦小姐，我在订画展票的时候送了两张电影票，是文艺片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那不应该是三张吗？对啊。怎么会是两张电影票呢？我一会儿有时间。太好了！聚合的报告 OK 了吗？今天是周末，你这个孤家寡人可以加班，但玉游是个正常人，搞不好人家在约会相亲呢。跟谁在一起看展？我和我领导，还有他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就上次那个相亲对象。现在回去换身衣服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加班，你在远程办公。我到啦。哎，没想到大周末的我居然要来陪你加班，有没有一点感动呀？委屈了，先去八楼找邱总拿资料，然后来十二楼。真把我当跑腿了，我自己没秘书啊。你觉得？你以为？你能不能搞清楚自己位置啊？
谁重要谁不重要都不知道，就随便赶我时间。这个郑书记他是普通记者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这事情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吗？郑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大周末的来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，邱总的妻子是个自媒体运营公司的副总，如果他的婚姻出现了什么可耻的事情，以他的能力，想要把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你在提醒我啊？怎么，你金盆洗手了？郑记者，哈哈，这些都是你可参考的公开资料，如果不够，回头我让人再给你准备啊。哎，够，够够的了。一个美术学院院长妈妈，她必定是在艺术的耳濡目染下长大的，即便这样她也没有拆穿我的胡诌，还陪着我来看这么无聊的文艺片，那应该玉游对我肯定是有好感的吧。今天我一定要考上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困了？对，有点困了。那要不送你回家啊。以爱为营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嗯，是的。玉游那边已经和布鲁斯联系过了，布鲁斯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，但乐安在布鲁斯来之前也有自己的研究计划，布鲁斯也留下了这段时间的实验成果，所以你们应该做好内部沟通，尽快回到自己的研究正轨上，这样才能把损失降至最小。不会是秦乐之吧？
穿那么好看，刚刚干什么去了？你说呢？穿这么好看，当然是为了给你看。饿了？没啊。那你一直看着我。真是秀色可餐啊。看你怎么了？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上次好像听你说，你有个外甥女。嗯。那你外甥女应该很幸福吧？每天吃吃喝喝，不用工作的吧？谁说她不用工作？啊？千金小姐也要工作吗？我以为直接就可以继承家业。她没这个能力。能做好一份基层工作就已经是奢望了，没有人可以不付出就继承家业。哦，这样，那你还真是教导有方。躲什么？还不让我看回来啊？我怕你沉迷我的美色无法自拔。我沉迷，你怕什么？好吃了你了。我好期待。还害不害臊了？那话还不是你自己先说的。我说的话你都听吗？听啊。您说什么我不听呢？这不让我加班我就来了吗？哦，不过我现在还真有点饿了。这大白天这里是办公室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太好？食色性也，谁规定的大白天办公室就不行啊？你这么说，我就有急事要去一趟洗手间了。把你面前东西收拾一下，准备吃饭了。啊？熬什么？难道你们公司不允许大白天办公室吃饭吗？啊，我们公司制度比较严明，还真不准在工位吃饭。进来。谢谢。加班资料工作餐，还真是充实的一天呢。